倒入细砂糖，这都有了。蛋完了，搅拌均匀。我再来点酵母。啊妈，嗯，忙活什么呢？我教你爸做蛋糕呢。还有鸡蛋呢。哎呦，这一半没打呢，饭都没做呢，做什么蛋糕啊？啊，我们这个留作业了，明天得交这作业。今儿你试吃吧，啊。那咱先做饭呗，做完饭咱们再做这甜品，我都饿了。行，挺快的这个。蕾蕾，啊，我正好要跟你说个事儿呢。你现在不是继续开那网约车吗？这是好事儿，我跟你妈都特别支持啊。这个既然有收入了，你是不是从下月开始，象征性的给家里交点生活费啊？你像什么吃住、煤气、水电，还有网费什么的，你意思一下，对不对？你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开始跟我要钱了？哎，那你交点生活费还不愿意呀？就是，两三千一个月，这不多。爸妈，我不是不乐意，我就挣这么点钱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刨去油钱、零花钱，我才够这么些，我哪有钱啊？我没钱。蕾蕾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对不起，从下月开始，家里就没有你的饭吃了。不吃就不吃，这老年大学上还跟我玩饥饿营销呢。爸，